这样可能会好一些，这有点高难度了，就看这是高级玩法，对，不然就是你全部都推进。哇，进来的 Break 被抓到，后面挖口跳了进来，直接按土星要流，将闪现普攻直接拿下了首杀。右边虽然看起魔君降生进来，风火想要尝试收一下。Nasty， 哇，这个塔龙头也不回，知道你死定了，赶紧走。哎，球女还在路中间的时候开了团，这个盲视野探早进去，直接被打了这个印记，然后就算没有打出来，不过后续挖口闪现接个伤，还是把他给收掉。而且这个也其实 Nasty 才四等，也没有太多的额外的这个存活手段，所以是直接被收掉了。对，用自己的闪，用自己的 break 来了，这边想要尝试在上路打出上个场没有打出来的破口，但是 Steve 也是差点看到了。不过看得到跟动作能不能逃走是两件事。大绝，先个生化底，反身地质只刺起一人 ，break 扛久了选择先拉掉。这个我觉得要杀有点。这个对面还在吃龙哦，再杀一波龙，大耳片大招的猛击直接推到 break， 也是正面撕咬，后面扛塔的一个拉开，被咬了，往前掉下塔的伤害进来了。直接被换掉了 ，Rester 这一波扛得有点太久了。好，现在等级其实还是有一个一等的领先啊。Break 被抓到，身上套了一个忧伤蔓延，挖口选择跳过来闪现过来，爱毒星再一次的一个伤害，瞬间秒杀。就是这个塔龙连续两波都是交闪硬杀 Break， 而且 Break 其实就没有一个好的吸大绝的空间。哇，左边天差地别，风火直接头也不回就要杀 Thief， 避这个 Thief 交了闪现，下半的预示者 HP 也头也不回，一直要吃，最后拿了下来。这边预示者也先拿，小叶已经坐车赶到，以色拉的到来没有太多的一个压力啊。看导师能不能中一个，哎呦又回去了，回头。小龙怎么办？哎呀，被吃了，进、哎、去拿到了！哎呀，还会闪现走，再加闪现拉掉，前面有个探险机，至少两件装啦。在两件装的同时，你的队友被屠杀了 ，Rater 被流出，又是暗影突袭，打出了电型 ，Rater 直接交闪。是接下来，我先看一下在中路的位置，还有小 B 的血量，想要进场一打控制，被留住了，挖口。哦，应该是小王框住他了，小王框住。在中路位置也被留住，这一个坦克机看来是小兵不保，交了惊人，没有闪现，起来瞬间直接打哥加斯，怎么这么硬呢？哎呦 ，HQ 越容易这个腐败，哎呦，开始会出现一些问题喽。他想蹲人，看起来是想要搭配队友啊，就是你血量压惨的时候，坦克从塔后走出来，然后对方就要放塔，可是殊不知一击多少，很多的话还有机会点塔。哎呦，踩到了 HQ 要来开战，留住了 Breaker 已经是吸了深度霸体拉掉，后面还追 Rest 的一个这个东西其实不太够的，突然闪现留住，把小月给留住，他有进化直接拉开要跑，后面球女直接砸了一个 QW。想啊，这个龙如果今天有印记，不知道谁要拿哦。打龙在前面抓到，跟风火正面硬打，再往前跳，哇，这个跳的位置刚好遇到了一个 Breaker 啊，一球就是这个四缝线180的速度。左边挖口又被抓了，哇，这个丢飞镖的朋友被抓了，暗金库框到这个挖口，看起来是死定了。在前面位置直接击杀，旁边就有个巴龙，最近在想，哎呦，哇，这个集大成的运动到底要不要一起来做呢？啊，一起做了。我懂了，原来挖口是捕手啊，每一球这个小汪的这个只插球丢出去，接的准准啊，挖口都接的好准啊。对，没有漏击，你看那个人队友都不跑线，不过这个时候想要打团战，他也在前面被留住，想要赶紧要跑，偷塞了个球吗？往前丢在前面，不过最近是有意识的躲了球再走，这个球又塞了一个好位置，可惜没有人可以救 Steve。回身球一转，转进两个坦克，伤害并不够，最后是靠着 Nest 的一个神妖喘息救出了 Steve， 不过在结束的瞬间 ，Steve 也是得倒。这波团战 ，J Team 大获全胜，准备要进攻中路的外塔。的一个进场，小龙还在持续，那已经变小了。这一波其实有点难打了。前面是塔龙选择翻身进场，想要抓第一个回力屏，被小兵给挡住。前面已经残血啦，哇，那离开了大绝，在起来瞬间可能要倒。小坦克也成功救援，球是转了三个人。地府残血准备要跑，整体 HQ 的 AOE 有砸满，可惜伤害完全不够。惊人交了出来，小安在前面还是被人给撂倒。后面小兵直接继续往前追，交了闪现追击，在 Nitty 正面面前拿了一个 double kill。小叶有点危险，要往左边跑。曾志鹏也断了他的后路，摸到在一个旁边，有点小胖啊！哇，小叶要减肥啊，不减肥被缓速到，那就得被击杀了。而且最近这边是选择直接 TP， 他们要拿高地的哦，他们要拿高地的，他们没有吃巴龙，这波要直接打到底，清线能力不足 ，HQ 只剩一个科加斯在。塔龙选择要往中路去换这个二塔吗？感觉还不错。没有人可以清兵啊，这个定线。他没有要换二塔，他要回来了。他大绝转好了，他想要来一个从后面直接一波包夹，但是你的高地要不见了，而且你应该要退哦，你应该不能做什么事情。他来了，被看到了，从窄口区出来，哎呦，想要再破一塔。一波啊，这波一波有点浮夸，希望你很快，很快。哇，这个塔龙还不进场吗？大绝有在手上的，看到前面塔龙已经残血了。
下交了闪现，后面球女已经去拦截，球女一转直接把特朗德给带死。不过这时候整体正在拼这个主堡，竟然交了出来，前面斯文也倒了，没有人可以推塔了。不过他也倒下，剩下一个人，哇，纳尔也是倒下。这波球女赢了 ，Triple Kill， 而且往下路去进逼这个下路塔喽。哇，这一波看。看不复活时间其实都很久，都30几秒。不过要跟上球女的节奏，小叶叶的一个大嘴能不能来帮助一下？他能不能带人过来结束比赛？北东一直点，一直点，还在点，准备要带人了。这个近爪点的是最快的，就是要带这个近爪的。扛塔直接点了，来了来了，坐车来了。啊，要结束了，要结束了。HQ 开始点了，这波 JT 的人员没有一个人可以复活，被反身在珠宝前打一个团战。HQ 拿下比赛，开始声量传奇，2-0打赢了 JT 啊！哇，最后这个结局谁都没有想到，真的想不到啊，竟然是这样结束的。我的天哪，一波团战在珠宝前 ，HQ 置死地于后生。结束了这场对决，2-0带走 JT， 他们即将跟后半端的一个队伍有极大的一个差距出来了。我必须要说 ，JT 的最后那个口，我真的以为他们只要拿高地，可是他们发了疯，他们想要拿主堡，他们想结束，他们想要拿主堡，但是最后这个其实 AHQ 的复活时间是来得及做防守的，所以当把人全部收掉之后，刚好 AHQ 是有一波下路的兵线已经慢慢撸到高地塔前了，所以 TP 下来之后呢，搭配球女是这个本身被动就有一个额外的伤害，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坦肯奇带着近爪飞过来，是直接一波结束。JT 好绝望啊！我觉得 JT 其实真的是很绝望，这个很绝望，因为其实刚那一波团小龙团我们还没讲，就那波小龙团是非常非常可怕，就斯温乘着西位的大绝加速那个飞进去 ，AHQ 后排是完全在瑟瑟发抖，就他们玩。根本打不赢，然后侧边的塔隆进场也是第一时间被以色拉的摩甘娜给就是给盯住了，所以塔隆也不能进场，变成那一波 JT 是可以吃八龙或者是推高地的，但他们选择突然高地之后是要直接平一波，看起来是在这个抠的部分，我觉得 JT 的判断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小失误，因为毕竟说这个主堡是没有推掉的。波佛哇，欲哭无泪啊，真的是一个很大。